今次我会同大家带嚟一个 AI 歼灭战嘅实况。呢一次 Peter 选手会用嘅枪系 SIG56XLIRUSR， 呢个喺黑色小队里边都系比较马骑之加入嘅暴力枪嚟噶。所谓暴力枪就系一枪爆头嘅，所以一啲系一枪一定要瞄头嘅，唔系怪就好似绝地求生刺激战场嗰类就直接飞上天啦。啊，算我哋今次选手就冇瞄头，斋瞄只脚，所以俾人打爆咗。OK， 我哋选手而家上翻去啦吓。我要瞄头，瞄头，瞄头 ，Yeah， 手杀。我喺边啊？哦，嗰选手唔留意楼梯间，所以俾人怼到我啊！下次留意啲啊！哦，哎，条拉条拉，哇！三连杀，哇，第四连杀，哇！我仲有一条，仲有一条。你个七连手服啦，七连杀啦！哇，边人就喺个时候仲喺终点线等紧噶，就咁俾人阴咗啦！你瞄瞄瞄，搞掂！佢而家要投降啦！哇！枪枪打空气，呢个真唔系好神七连杀嘅咩？好 ，OK， 佢而家上紧去啦！系，一，搞掂！难得开咗一个杀，二连杀，三连杀，啊！佢。俾兩條友夾住一齊真係慘嘅。好嘅，佢而家行緊過去啦。我嘅分身，哇！哇，咁俾人堆上嚟真係好難打嘅。係啊，我試過第一隻嘅，我一口氣啲人堆過嚟嘅話咧，我係打唔過嘅。哇！慘！哇！啊，好心選手，你掟個手榴彈啦，咁樣將我炸死佢哋啊，大佬！我哋个比赛规则系有唔准用手榴弹嘅咩？等下，哇！我仲未发射明书，佢已经三连杀啦喎！等下先啦吓，好似又唔系唔俾嘅喎！哇！冇啱啱睇嗰射明书冇留意添，哇！OK， 佢又翻嚟呢个房啦，有冇人先 ？OK， 冇人就上去，啱啱瞄到个底底，我再接到呢条，二连杀，二连杀，好 ，OK， 落跟，落跟佢，落跟佢，三连杀，哇，做唔到四连杀啊！好嘅，佢而家行翻过嗰个位置啦。佢要入呢个位置几多次啊？好嘅，收唔收？喂，有人！啊！你首先发现都俾人反杀。Well， 算啦，我之前都已经遇到楼梯间唔留意都俾人反，都俾人怼低噶啦。Yeah， 搞掂一个。爆嘅，爆嘅 ，yeah， 爆头，再一个，爆头，喂，三连杀，四连杀，再一个爆头，四连爆头，喂，有咩下低？喂，再一个爆头，再爆头，哇，我唔知嗰几连杀，但全部都枪爆头啊！喂，有，哇，早啲啦，你瞄到就开枪啦！嘿呀，有，哇，爆头，好惊艳诶，差啲就怼你，最少翻三十八点佢。
知啊！咩啊？金山矛盾，哇！全部围杀上嚟啊 ！OK， 我哋个选手而家就行翻过啦。OK， 选手两位俾个 screen 我抢都睇下你有几多发啊？哦，唔记得呢度得嚟用，所以系133死。廿九杀，哇！首先发人仲俾人散杀，其实选手真系我问题，呢个榴弹发射用唔用嘅咧？全部都好似开枪嘅喎。如果唔系嘅话，据我所知，如果冇榴弹嘅枪械嘅话，会产一啲徽章嘅。而且他用 AK1 一下他爆了兩條友的頭，他不知道會不會有後來反超的衰仔呢？哇，喂，好難的喎，他這個 Peter 選手是不斷殺了上去，不選這個。我剛才見到那位李慧選手是有皮膚的，所以應該就一定按戒了，因為有皮膚，女性皮膚是要付錢才用的。据我所知是揸个徽章就做得啦，但系靠徽章嗰啲咧就斋系得男性妇女性，所以佢可以做到咧，你可以过下金噶啦。如果你要女性嘅话，我好似头先讲到边话，我哋头先好似自己做咗几集，杀咗一个仲赔一个，唔抵。一句在度教緊個瞄準鏡啊，好似一爆頭，點射 ，yeah！ 我哋打到一隻啊，搞掂！哇！你可以睇小心啲啊，喂，人好似槍槍爆頭哦！你而家殺死係39，槍差大到20分，哇！再一個爆頭。唉，后面有个人，你可唔可以小心啲啊 ？OK， 呢一边已经搞掂咗。哇！幽灵，四杀啊，做唔到啊！之前我啲好似系七连杀嘅，依个话开始。搞掂啊！呀，拉把都俾我打，都俾我小手怼冧啊，劲啊！其实你虽然呢个系 AI 尖锐只，但系 sniper 系比真实嘅玩家系更加难嘅。sniper 佢唔需要远向，唔需要瞄准，佢一见到你就可以开枪噶啦。所以我喺 AI 尖锐只打到 sniper 系一件好好嘅事，好劲啊 ！OK， 最近喺 YouTube 边有冇人呢？讲到好干。有胜算唔大嘅，但系你明我头先可以七连杀或者四连杀嘅喎。睇小毒，睇路啊！睇你后边啊 ！OK， 见到佢喺边啊？家哦，我先，我先嚟一只手反杀。喂，佢有模型啊！抢到咩人头啊？抢到咩人头啊嘛？我先都再嚟杀，好似二连杀，哇，中到三连杀啊！系我佢系而家去到晚期嘅时候，好难做一个好劲嘅连杀嚟嘅喎。我见到边度啊？连杀，连杀 ，OK， 见到边度？哇，咁紧佢嚟用刀啦！喂，好似～
嚟嗰先都幾精彩下喎，手槍搞掂人。哦，太爽，太爽！今次理所當然係人類玩家勝利嘅 ，AI 勝利就見鬼咯！但睇下今次兩位人類選手嘅排名啊嚇，而家計緊啊嚇。OK， 今次計我哋嘅 Peter 選手排第一名，恭喜 Peter 選手！